这条意思就是在双方不脱离节奏的情况下，就是两个手呢手搭手，或者单搭或者单手搭手，或者是双手搭手，两个手不能丢开手啊，丢开就要脱手了，脱手了就不能使用动作啊，必须在这个两个粘连连摔啊，捧捋几杆的情况下，什么叫捧呢？双方两手捧圆啊，我不让他这个进来啊，只要捧啊，他要帮我进去，只要捧啊，捋呢，对方领我的手，只要捋啊，只要捋啊，挤向下挤，哎，用这小背，用小背向前挤，只要挤，按，我下，哎，再按，这叫按啊，捧个几按。踩力推靠，踩，只要踩手，抓住对方手，就送你踩力，送势。明天你来向我进过来，推我了，我送势一踩，马上丢开，就要踩啊，踩，哎，你不能拿都不放，这就不叫踩，这叫拉了啊，踩，力啊，力的意思是向横着走，向对方的横，比横。横呢，横方向走啊，因为你推我，哎，就横，或者连时候，你看这样的啊，这样横，使对方这个重心失去重心啊，就是身体向哎横着走，只要连啊，踩连推靠，推就是推手推啊，推，靠，你靠我啊，分开哎就靠，就是这动作，靠的时候你看对方一踩我。你踩我手，我就靠，在不脱离节奏的情况下可以靠。如果是两个推的过程中，哎，手开了这样靠，就犯规啊。哎，如果脱离情况，脱离脱手的情况下推，也犯规。所以在不脱离节奏的情况下，用捧捋挤按、踩捏推靠这个动作可以进行比赛啊。这个比赛发展中还有手法。除了捧捋挤按、踩力推靠以外，还可以用这个行拳的这个挑托搓带啊，挑什么就挑了这个，比方说咱这个啊，用这个小背这样挑啊，挑托托这样托啊，托他的走啊，这样托，零啊零。他向我推来了啊！我这样顶啊，顶他走啊！啊，稍微这一带他领走，啊，一领啊，就领过去啊。带的话就带手啊，对方向我这来做动作了啊，我呢把他这一跨，这叫带啊。哎，叫带的动作，这动作可以用，就是还是不脱离节奏的情况下。这是搓，搓是用这个接触身体以后用这个啊，叫搓啊，学动作啊，搓，哎，叫搓，啊，一接触以后哈推，啊连，哎，只要搓的动作啊，推法啊可以用这个勾啊，两个在大手的情况下，不脱离接触的情况下可以用勾啊，叫勾啊。脚勾，啊，哎，绊只要绊，但绊不要抬腿啊，不许抬腿啊，绊的时候要插住地皮，这样绊，啊，这叫绊，换个腿，哎，撑，哎，这叫撑，
撑，有脚后跟啊，脚后跟这个擦，叫撑，勾，啊，哎，勾，撑啊，撑，挂啊，从位面向里面挂，这样挂，啊，还朝里面可以挂，这样挂也可以，但这个有个要求啊，就是不许脚抬，不许超过膝盖，脚高不许超过膝盖，你这。挑啊，还有挑动作，还有别的动作，腿可以挑，你可以挑他腿啊，可以挑，啊，也可以憋，憋啊，或者这样憋，但是一个要求，不能超过的膝盖啊，不能踢腿，更不能踢裆，是他的比赛法则，就是必须按照这个去做的规定啊。二条里还规定啊，摔法。可以用摔的动作啊，一般太极腿手里面不是用摔法，这个咱们武术腿手可以用摔法，摔几种啊？挑、解啊，解切别动，解切啊，什么叫解呢？叫解腿，你比如推他的解啊，哎，上面是个假动作，我下面他把他腿埋住以后呢，哎，叫解腿啊，叫解切，切了用这个。手啊，脑切子啊，将对方戳倒。解切，还有个挑，挑这么意思，就刚才讲的这个，哎，挑，哎，这么个挑动，咱不能挑，腿不能挑过高，有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挑，啊，还有个捶，捶的就是摔的动作啊，哎，就在运动过程中啊，突然一摔哈，哎。就是一下啊，把对方摔过去，这动作都可以用啊。这就是把动作放开了。然后这武术动作的踢打摔那动作，说到踢打不许用的摔的动作啊，也加上了啊，就增加了这个可观性啊，观赏性。再补充一下十九条，十九条中可以有个就要求这个走化啊，走化发放不丢不打啊，这里也是很关键。这两个腿手中呢，可以啊，定步腿手是要求是两个脚不能动啊，特别是后脚不能动。这户部腿手的话，就两脚可以随便移动啊，走化啊，对方推来以后呢，你推哈，走一推它化掉了啊，走化，你随便走，在这个圈里面的怎么走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脱开手啊，走化发放，遇到机会了，哎。我找这个机会了，啪，啊，发放，这动作是好动作啊，走叫走化发放，不丢不打，这是关键，就是不许丢开。在推中间呢，他都被动了啊，或者他，哎，他自主动丢开手了，两个特别定步推手的时候了，两个哎大手啊，哎，我要踩他了，啊，或者我要推他，他老怕我拉着他的手，他老丢，一大手哎就丢开了，哎，这叫不许丢，丢就犯规。不打，打是推中间了，给一个冷手，叭给脸上打，然后就打下一拳，啊，叫脱手打人啊，脱手撞击，就是这是最不允许的动作，不丢啊，不许丢开手，不许打人啊，不许脱手撞击，打的话就是除了是拳打，也不许脚踢啊，脚也不能踢人，你推到中间以后，上边推到下边踢人啊。就犯规啊，就是不丢不打，可以用走化发放的动作，这补充第十九条啊。第二十一条竞技部位规定的话，这个腿手的竞技部位有三个部分啊，一个是面部啊，面部不许打啊，五官。不许用掌，任何动作都不许用啊，指叉呀或者拳打手腕都不可以。再个是咽喉的地方不许打，裆部啊，小腹裆部啊，就是人的这个睾丸部啊，哎，裆部、咽喉、颜面不许打。除此以外呢，就是头部啊，就后面的头部啊，包括上提啊。下肢啊都可以用动作啊。
22条禁用方法，也禁止使用的方法，有这么四个部分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禁用方法不许使用头啊，然后推手过程中不许用头啊，要头撞对方啊，或者撞身体，这都不可以啊。一个是头，再个肘，肘不许顶啊，肘也顶，这样打都不可以。这个膝关节顶啊，推的过程中的体穴啊，还有一个动作，第四个动作反关节啊，比如说，比他的肘关节啊，下腕啊，所有的反关节动作都不可以用。补充一下第22条禁用方法，说到头啊，说到不许用头撞。膝肘尖顶啊，膝顶，反关节以外，拳头啊，更不许用啊，拳头也不许用。就是一共5种的啊，拳打啊，拳头啊，头肘膝啊，或反关节动作。22条的第二条禁用方法，是不许的脱手，发点撞击啊。第一个就是不许脱手，两个。在推的过程中啊，不许主动脱手啊，脱开手啊，也不许在发的过程，在推的过程中啊，突然这个啪这个发点撞击啊，这样的话就是容易伤人啊，不许用拳打更不许的啊，手的脱你不要动啊，只要脱手啊，脱手撞击啊，无论什么动作啊，走到什么位置，右边走的过程中以后，啪那一个动作啊，或者咔啊。这些动作都叫脱手，没有离开手。如果你手搭到手了，你再这样推可以啊，这不叫脱手撞击，只要靠手撑就行。哎，这样可以，就是不许哎这样可以，不许这个离开手，擦呀擦，这样擦是不行啊。第23条比赛方法。有比赛方法有3种啊，一开始运动员上场以后呢，要站在这个4米的这么个擂台，中间一个50公分的一个营养鱼的话，两个双方的右脚呢站在这个中心点啊，同时打右手打手以后呢，左手的手掌托住对方的啊肘尖，这就预备姿势。当裁判发口令开始的时候，就可以进攻对方啊。他第一句呢是定步推手，定步推手就是说两个脚呢，就是基本上不许移动啊，就特别是这个后脚不许移动。前脚呢可以动啊，前脚可以来回移动啊，就不要推你推我啊，哎，我的不行，我可以移动啊，我推他可以移动，但后脚不许移动。这后脚一移动，你推，这后脚一移动啊。前脚不动，后脚动也要输一分啊！就是第一句就是定步推手，后脚不许动，前脚可以动。这是除此以外呢，你还用其他用这个按照规则的方法就可以用动作了。第二这是第一句，第二句呢还是右脚在前啊，说这单推手啊，单手打啊，其实进行弧步推手，就是弧步就可以在这圈里面呢来回运动啊。右手大手啊，双方不要动啊。然后左手呢放在左胸前啊，防备对方进攻啊。说比赛开始，你就可以用动作突然哗进去啊，你或者这踩啊，你或者走，这都可以啊。这就是第二句啊，就用双方右脚在前，互打右手啊，进行走化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是单推单手打手。比赛开始是艺术开始以后呢。你就可以单手也可以，双手也可以，你到时候就，哎，你只要不要违反这个规则要求就可以使用啊。这第二句，第三句呢？第三句进行换步啊，左脚在前，互打左手啊，还是单推手啊，右手放在这个胸前。当裁判发口令的时候，就可以进攻对方啊，随便可以进攻啊，可以走啊，走化。啊，可以打手啊，好，这是第三句。
这第二三条比赛方法，除站位以外，它另外还有两条，一个就是进攻部位，双方的进攻部位呢是这么规定的：两个大手以后啊，不管单大手、双大手，他的除他的头部啊、面部啊、裆部啊或腋后以外呢，成绩其他地方都可以进攻啊，都可以做一个就是捧对击案、拆击肘靠的对象啊。比如我胸前也可以打啊，这个可以拉啊，也可以他比他的腿啊，这个腿也可以啊，也可以这个推他的背啊，就是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，除了这个头和面部啊，面部、裆部、腋后啊，这是一个规定。这第二三条这个比赛方法还有一个规定啊，就是在双方在运动中，在比赛过程中，抬脚不得超过膝盖啊，就是你抬对方在走动过程中，走动中啊，你或者使用动作中啊，特别使用腿的动作中，不许超过对方的膝盖啊，因为超过膝盖的话就容易踢到裆啊。再来，你这个现在是腿手动作啊，所以说现在还限制使用腿的这个使用啊。过高的腿呢，容易这个造成伤害。你比如说，你要是撩腿啊，或者勾踢腿啊，超过膝盖容易伤害对方，所以的话就是限制对方的腿不能超过，抬起来不能超过膝盖啊，这是一个要求。第24条讲的得分标准。啊，在比赛中啊，怎么算分儿？得分儿有个规定啊，定步推手两个第一局是定步推手，如果将对方的后脚移动啊，移动一步啊，就得一分啊，没有推他啊，只要后脚移动就得一分啊。如果是移动两步啊，你或者两个双都脚你推啊，如果这样啊，也是一分，只要对方你能把对方推的后脚移动啊，或者双脚移动就得一分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在互步推手中啊，能将对方在运动的过程中啊，就是互步推手中啊，将对方的联动啊，你推一下啊，将联动啊，就得一分啊。啪，好，不用推几步都是得一分。这是互不推手中啊，这个还有一条规定是，两次削肩，对方得一分。什么叫削肩呢？两个双方比赛中实力比较悬殊啊，比如说我俩在比赛中呢，大手啊，他动手以后呢，你进攻我啊，我老不进攻，我老防守啊，我反正怎么动我都不进攻啊，我就不动啊，老防守啊，这一动，这样子这时候呢，裁判呢就看到这个。双方比赛中没有进攻动作就没有意思了啊，或者两方双方都不进攻啊，都在那护着，谁也不敢动啊，听着，这比赛没有看头啊，也没有得分机会了。这时候裁判呢就命令一方啊，或者是指定一方，红方进攻啊。如果在红方指定你进攻的时候，8秒钟之内你仍不进攻啊，这还听到8秒钟了还不进攻，这时候呢裁判就宣告红方宣告啊技术犯规。就对方得一分，这是这个消极，这叫消极比赛。因为这个推手比赛中呢，这个一般的情况下，这个都不愿主动的话，由于有空档啊，所以这一般比较消极。就是特别在身体悬殊的情况下，体力不行的情况下，我怕老怕失误，哎，所以老等待对方进攻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观赏性啊，不容易这个产生效果，就所以对方就消极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凡给予劝告，对方得一分。劝告就是对方技术犯规，啊，比如说技术犯规，下面再讲啊。如果比如说这个你抢先进攻呀，是裁判喊到停止口令以后，你还在进攻，啊，还开始口令你就进攻对方，你或者是你抓挖对方，击打对方的这个不应该击打的地方。不严重的情况下，都要判技术犯规。一会儿再详细讲啊。判技术犯规了，对方得一分。第4条就是，一方倒地，另一方呢，
就是把不是，就是比如说黑方倒地了，他把我拉住了，另外一个拉倒的地方啊，本来可以不倒，他另外一个拖倒了，就是一方倒地，另外被拖拉倒地者，这个就是后倒地者得一分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我俩在推过程中，我推他了，哎，我把他推倒了，他又拉住不放，也把我拉倒了啊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我得一分啊。如果是在运动过程，在推的过程中，我啪一推把他推倒地了，哎，我站着了，我可以得两分，有这么个区别。下面讲得两分的规定。得二分，一方倒地啊，在推的过程中，一方啊被摔倒在地了啊。比如说我推的过程中，我唰一手啊，哎，把他踩倒了，我就得两分啊。这是倒地站立的得两分。再个出缺啊，出到这个缺，推的过程中出到缺，啪，推到缺位，这在缺内的得两分。这个为什么叫擂台呢？因为这个比赛中呢可以搞擂台啊，这个也可以在平地上进行啊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就搞擂台。第三个规定就是，一方被警告，对方得两分。因为警告是属于轻人犯规，所以严重犯规，所以警告的判法就是，你只要被判警告啊，对方得两分。所以这两分的标准有个三个。不得分的规定啊，第一条就是你进攻对方的这个竞技部位啊，你不得分。比如说我推的过程中，啪打他脸了啊，这个推着脸推把他推出去的啊，他不得分，不仅不得分还犯规是吧？这是进攻对方的竞技部位的不得分。第二个就是同时出缺啊。两个我推他是吧，啪推出去了，他把也带出去了啊，同时出圈或者下擂台不得分。第三个，双方先后倒地啊，先后倒地，倒地的叫不要也是啊，先都他倒了，我也跟上倒了啊，这样的话就不得分啊，他也不得分，我所有人后倒地我也不得分，为啥呢？我被他这个好像是我倒地被他这个把我用动作把我带倒了啊，或者拉倒了。要前和前面那个这个对分标准有一个区别，前面是在不能他倒地出缺了啊，完全他可以脱开手的话我就可以站了，他不放手一直拉着，他倒地倒到地他不杀手啊，这他是犯规动作，所以这可以只得一分啊。这一条就主动走化，对方不得分啊，在推的过程中啊，他推我啊，在特别在运动中啊，哎，我主动走啊撤这样子，我躲避对方啊，都不得分啊。只要是被动的，你要得分；只要是主动的，对方不得分，这么个区别。第四条，优势胜利。优势就是，就是绝对的优势吧，优点吧。有五条。第一是，一方下踩三次。就是一方被推出三次去啊，就是在每一局比赛中一方被推出三次啊，就这个比较比划的啊，就为优势胜利。第二个，一方犯规啊被警告打三次，对方为优势胜利。你在比赛中呢，比如说咱俩在比赛运动中啊，你老我老犯规啊，打他脸了啊，打去了啊，或者是这个抓头发了或者吸顶了啊，做三次犯规动作，犯次规的话，对方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对方得两分，累计打六分啊，就是你犯规三次以了，警告你三次以后了，对方就会判优势胜利，你就没资格比赛了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一方受伤，比如在运动过程中，他这个正常的运动中啊，忽然他受伤啊，比如说。关节脱臼了，或者是他哪地方很痛痛难忍了，到时候呢不能比赛了，所以判对方为优势胜利。还有一条就是，在比赛过程中击打对方的竞技部位啊，他或者裆上啊掏裆啊，或者是掐喉啊，
把对方受伤严重，不能继续比赛了。这时候呢，经医生检查，证明呢，对方确实是犯规受伤了，就判受伤一方为胜方。啊，这一条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一条是在正常情况下，你这个使用的正常动作，哎，对方已经受伤了啊。你本来这个动作我是好动作啊，结果呢，你不经打，一看到你这脱臼了，或者是哎疼痛难忍了，这样的话，你就算输了啊，我就有失胜利了。如果是我打你的裆部了，或者打你咽喉了啊，或者面部了，打到你不能比赛，不能继续比赛了，这是我的犯规动作。所以犯规动作的话，你是不允许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就判受伤的一方为胜方。这是第四条，最后一条就是比赛中啊，这个教练员或者运动员，这个觉得比赛呢，这个不能不想比赛了，或者没有把握胜利了，就主动丢毛巾啊，主动要求举牌要求弃权了，啊，判对方为有失胜利，一共五条。下面讲一下技术犯规。技术犯规有七条。第一条，使用拧拉、拧拖、拧挖和搂抱动作的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在运动过程中，使用拧拉拉着对方啊，拧拉，那拖啊，拖着走啊，他不出圈儿，你往上拖啊，拧拉、拧拖啊，搂抱。什么叫搂抱呢？这个，哎，这叫搂抱，就双手呢，哎，等一下，双手逃过对方的侧面中心线啊，成立这个腰部啊，这个侧面中心线，这样超过去以后呢，屈腕啊，这样就叫搂抱。如果单手出去了，这单手呢就允许啊，允许单手搂，但不许双手抱，这是个规定啊，就。不许就是拧拉、拧拖、拧坠啊，或双手搂抱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条，故意造成对方犯规的，有几种啊？这个头部不允许，你面部不允许对方打啊。你如果对方呢在推的过程中，哎，你腿部下去学一些这个招跪招啊，你专门啪拿手的一般照脸上打，哎，裁判看不清楚，哎，怎么打脸的啊？这犯规了不是、啊、哎，但是裁判看得很清楚，你是故意啊，所以判你啊，判他这个劝告啊，哎，这叫故意造成对方犯规啊，这是一条啊。第三条，就单双手啊抓住对方衣服啊，或者使把对方者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在推的过程中呢，这个因为不让抓啊，不让死吧对方啊，更衣服也不让抓，因为你抓住衣服的话，你把衣服给扯了，也这个呢也不允许，所以抓对方的衣服这是不可以的啊，因为对方不允许抓他的背，结果你裁判以后看不见，你把他的衣服拽走了啊，这也犯规啊。如果把对方的衣服撕破了啊，或者你把对方的这个啊掐住对方的啊背啊，掐住大背啊，用这个掐捏啊啊。死拉硬对，这不允许啊，叫技术犯规。这时候呢，对方得一分啊。第四条，在比赛中不听裁判口令啊，抢先进攻啊，或者是这个裁判未发停止口令，裁判未发开始口令抢先进攻，或者裁判已经喊到停止口令，仍然进攻对方者啊，是这样的啊。如果比赛进行中啊，裁判的预备啊，哎，这裁判还没开始呢，就突然就推过来了，就抢先进攻，对方还没准备了，或者是对方裁判一喊到停了，你还在做动作啊，还在拿人啊，或者还在做动作，这叫抢先进攻啊，或者是不听裁判口令，这叫判对方得一分。第五个，运动员在比赛中对裁判也不礼貌，或者不服从裁判
不服从裁判的，啊，这个情况也挺多。在比赛过程中呢，两个推的过程中啊，这个对方给了个反关节动作啊，或者一个不管出现什么情况，我掐了拉了，动作，裁判没有看见啊，或者裁判看见了没有个判，或者裁判这个判得很正确，你自己认为不正确，你又跟裁判说，哎，裁判员，你说不对啊，你裁判错了，对裁判或裁判也较真啊，你或者说谩骂裁判，有什么裁判的啊，裁判的不对，如此种种啊，这对裁判也不礼貌，不尊重裁判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属于技术犯规，判技术犯规，对方得一分。第六条，双方未得手，抢先进攻啊，两个裁判说用对日常开始啊，一得手，哎，这不像话，这还没有裁判没有喊开始就要进攻对方啊，这叫抢先进攻啊，这就不服从裁判，对方得一分。最后一条，主动脱手或者丢手者，经裁判员提示无效者，对方得一分。这条呢挺重要的啊，两个推手过程中啊，就刚才讲的哈、啊，我这个他怕我拉他，他怕我踩他的动作，或者怕推，他老不让，哎，老丢手，一拉就丢手，一拉就丢手，哎，这时候呢，出现两次情况以后呢，裁判员给他讲。啊，你不能丢手啊！你必须用粘连捏碎啊，不许两个捏住，哎，捏住推，用动作啊，哎，如果你老提示无效，提示以后他还脱手，这就不是魔术推手了，就变成了其他动作，散手的其他动作了，这就不按规矩来，只要就提示无效，就判技术犯规，对方得一分。第二条，情人犯规。情人犯规就是侵犯啊对方的人，啊，叫情人犯规。情人犯规一共有四条啊，使用第一条使用拳打脚踢啊、头撞、举背啊等啊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在两个推手过程中，不准使用拳打，那就是拳打啊，或者拳打怎么了？拳打脚踢啊，或者踢半的踢，这都叫踢啊，就离开脱手撞击啊，就脱开。脱开手，脱开身体撞击啊！拳打脚踢啊，膝盖顶啊，肘顶、头撞啊，这个老裆啊，肘尖顶啊，额后啊，抢对方的脖子啊，以及这个反关节啊，其他动作的，都是不允许的动作啊。所有这些动作的话，就侵犯了对方的这个人权了啊，这是要去判你。情人犯规，就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就对方得二分，这是第一条。情人犯规第二条就打击对方啊，面部者，面部不允许打的啊，是你打的面，对方面部就是情人犯规，对方得两分啊。情人犯规第三四条啊，第三条使用脱手。我发的撞就是啊，这个前面已经说过，但是再重复一遍，这情人犯规里面一共四条，这第三条就是使用脱手啊，就脱开手，在推的过程中脱手，丢开手我就突然脱手撞击啊，不管是用掌或者拳都不可以啊，不用肘啊，就脱手撞击，就发力将对方啊，不管你打的厉害不厉害，都算犯规啊。第四个就是抓。把对方衣服抓破，把对方衣服扯破，这一推的过程中把对方衣服扯到对方擦啊，或者抓到袖口啊，衣服撕破了啊，裁判虽没看见，但比赛完以后看见把衣服给撕破了，或者把对方的手抓住以后呢，哎，因为有些人这个做小动作啊，抓对方手呢使劲掐啊，或者使劲拧啊，这样的话将对方这个手啊掐破，或者掐核心啊，这个或者血印。这些东西都是犯规动作，这个比赛完以后呢，或者比赛当时结束以后，如果查看有这些伤痕，就判你情人犯规啊，这时候要扣你的分数啊。这就为了这个公正啊、安全的进行比赛，所以犯规动作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对于情人犯规，要判罚是很严的。
第八桩口令与手势，我介绍几个裁判的这个手势动作啊。运动员上场，双方两手指向，指背指向运动双方运动员，然后屈背，手心向里，示意运动员上场。下一个，比赛开始，双手指向运动员，预备，开始，对不对？预备，开始，这是开始动作。说第一局，第一局，比赛开始。第二局，第二局，比赛开始。第三局，对，第三局，比赛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在场上比赛过程中啊，在比赛过程中，运动员倒地了，比如说黑方运动员倒地，黑方倒地，红方倒地了，红方倒地，一手指向运动员，一手下按，表示倒地的意思。一方犯规，比如说红方犯规，红方指向红方，红方犯规，确告一次。宣告是两个手指是掌啊，一手指向运动员扬掌，然后呢，另一手这背举起来，然后屈背，并步，手一下后，是宣告，警告，比如说黑方犯规，警告一次，黑方警告，是在比赛过程中呢，这种警告宣告呢，可以不说出来啊。就是一指射击，指向红方。这个被裁判员指到是这个警告了啊，这劝告啊，这倒地啊，倒地，警告劝告，这是上场啊，还有是下胎啊，红方，红方下胎。双方下队，下台下队都可以啊。要是台的话，叫台队也可以，叫擂也可以啊。一般的话叫下擂，要擂台的话下擂。如果是没有这个擂台的话，叫出场啊。红方出场啊，这是主要动作啊。完了，下面进行演戏啊，演示一下。我先讲一下。抱拳礼啊，裁判员上场要向观众或这个特别像裁判台呢行抱拳礼啊。抱拳礼是这样的，上一步两手在怀中相抱，胸前相抱，左手食指压在这个右拳的拳面上，两背环形环抱，距离胸前大约30公分。比如说我是裁判员，我从这边跑步上场，然后转过来立正站好，上一步向裁判长行抱拳礼，然后站在这个场中间等待这个口令。当那个场下广播员宣布运动员上场时，运动员上场，这时候裁判两手举向这个运动员，预备上场。运动员上场以后呢，先向裁判长、观众行抱拳礼，然后互相行抱拳礼，来再向裁判也行抱拳礼，互行抱拳礼。这时候裁判要检查护具啊，来看看他的身体有没有夹带啊，看看身体穿的有没有拧物啊。如果身上没有什么夹带，就准备开始啊。面向裁判长，第一局，预备。大手，并且单大手啊，双大手啊，预备，开始，哎，就开始，哎，开始，停，来，松来一下啊。这个和那个太极拳手规则不一样，在太极过程中，只要一大手，
一到手以后开始就可随便进攻，啊，不要画圈啊。第一局，比赛开始，预备。这时候后方稍脚移动，红方得一分。这时候呢，要说明一点啊，这场裁判只宣布停、开始或者判犯规、警告、劝告。这得分呢，就场下的五个边裁判员来判分。他这在移动，比如说他移动稍脚移动了，或者是犯，或者是这个得分了，由场下的裁判来记。说场上裁判员。不宣布得一分得二分啊，要清楚这个。好，再继续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，停，双脚移动啊，预备，哎，还是第一局嘛，再来些动作，再来些犯规动作，开始。撞击啊！警告一次，喂，开始，嘿，停！红方，警告一次，用脚贴裆啊！喂，开始，停！双方劝告，我还没喊开始口令，你要去进攻啊！停停，无效，通知。停，黑方，警告一次，来给他倒地，来，预备，停，停，黑方，宣告一次。抢先进攻啊！预备，预备，等一下，我喊开始，大手，开始！双方倒地，互不得分。预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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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手，开始！掏刀啊！注意啊，这个没形成步，没形成，没有形成动作了。预备，最后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！哎，反推，停！双方移动啊，这个动作可以啊，这个、动作可以啊。好，停，休息吧，暂停休息。第二局。开始，预备，来，预备，大手，单手，单大手，单大手啊，预备啊，起人，开始，停，红方，使劲，大手，预备，预备，站好。停！红方倒地，开始！停！红方使劲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！停停停停停！红方躲爆，警告一次。停停停！这抓衣服，劝告一次，开始，红方进攻。
消极，确告一次，对方得一分。第三节开始了，预备，左手对吧？开，停，警告一次。走一走啊，走一走，开，停，红方起脚过高，警告一次，开始，放松放松走，放松走，停，黑方脾气过高，机顶，警告一次。警告一次，来，预备，准备好，开始，停，反关节，黑方，警告一次，然后是拿手，我来拿手，这大手是吧？开始了，开，走，哎，好动，整洁的动作。刚才的动作可以啊，可以得分啊。要对方呢被切动，被动走到啊好几步，所以的话移动两步就算得分。预备，开始，停，红方倒地，黑方两分。这个动作呢是个手憋子啊，他把他手加在我这个手憋的动作啊。这把对方憋倒，这是允许的啊。可以走，做动作，可以摔。这个动作啊，还可以用啊。这是啊，这单手搂住对方的腰啊，使用这个横链啊，或者手画，这都可以用啊。你上步也可以啊，切这样也可以啊，但是不允许双手，要双手的话就犯规了啊。咱们规则规定可以单手搂抱，搂对方腿。你比如对方要单手操的话是可以的，要双手的话是不可以啊。包括这个腰、腿都这样啊。好，停，好动作，红方、黑方得分，红方倒地啊。就是刚才这个单手动作啊，这是好动作啊。这一敲锣，停。比赛结束，退场。来，我们要抱拳击吗？哎，退场就退下去。好的，学步比赛成绩啊。学步比赛结果，跟队上场。站两边啊，站两边啊。哎。拿手。比赛结果，黑方胜。转过来啊。比赛结果，黑方胜。抱拳礼啊。向后转，给裁判，给双方教练，双方教练在旁边，教练跟对方教练请个礼啊，哎，给对方的教练，好，退场。下面我把这个退场的程序说一下。这个两个运动员比赛完以后呢，要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呢，双方运动员都同时进场，进场以后站在裁判的两侧。然后裁判员抓住这个双方的手啊，如果红方胜了，抓住举红方的手啊，向裁判长先示意啊，举手表示红方得胜，然后向后转再说红方获胜。这样的比赛宣布完以后呢，运动员呢在两侧互相性抱拳礼啊，两个人互相性抱拳礼，然后呢再向裁判员行抱拳礼。最后呢，双方运动员向对方的教练员行抱拳礼啊。这一般红方上来以后呢，再
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是黑方的焦点在那个位置，黑方的用多远上野的话，这红方用焦点在哪个位置，然后呢转过去啊，向对方的焦点远行暴雪岭，一次礼貌。到这个新方暴雪岭以后呢，就可以退场啊，裁判员伸手就退场，就是说整个比赛过程就是这样的。